1、2、3。哎，小心哇！全部都流到你的大腿上了，哇！你看，我的腿也太湿。他腿太湿了，怎么办？来喽！你现在对着那个腿是你的原本的最甜蜜的腿。哈哈哈哈哈！大家好，我是天心，然后今年23岁，然后身高158，体重42，然后三围是32B233。这么大方承认英文姓氏的部分，对，要有自信这样。自信，就是我们不是自信就是美，对，自信美，不是四大才是美。因为我们今天也上网找了一些，就是网络流传的一些小实验，然后想让两位来试一下。首先第一个，啤酒瓶挑战。两位来试一下。这感觉很可怕。既然你需要躲，还是会不会突然？你陪着爆开了。没关系，我在你旁边。直接放旁边。哎，为何？为什么？哎，啊，那对啊，怎么没有？不是，你要翘这边，你要往上翘。我是往上啊。来，示范给他，示范。你这边狂敲乱敲，像钟鱼哦。这样，你要把它往上。哦。你都没有动哎。不然让我们换一把刀。哇，这个就 OK， 来，你先来。啊，如果真的不行，我再来。哦，好，要我了，对，OK。哦，他帮他去。有了，他可以砍掉。他的确是要砍掉了。哦，算了，我懂意思了，所以他其实是成功的。好的，接下来第二个测试，吃口香糖切洋葱，不会流眼泪。司机大哥先帮我们示范，如果不吃口香糖的话，他眼泪是会流下来。来哦，谢大哥。然后看你的手法，感觉好像有切过哦。怎么样，谢大哥现在感觉？我有鼻子有一点呛。已经在旁边呢，有感觉到那个洋葱刺鼻的味道吗？我现在快要流眼泪了。有一点。对，因为好浓哦。是你有这样眼睛不舒服，是有点小辣。来，接下来甜心帮我们测试吃口香糖是否真的不会流眼泪。来，哦，这真的会有感，好像对啊，就是晕车的过程中，司机大哥眼泪还是继续流。现在还是没有感觉，就是没感觉。哎呦，那其实成功了，可是有差耶。证明真的就是网络上传言是有效的。接下来这个挑战呢，就是网络上传言说口香糖可以刺穿水果。那怎么可能？好不好？现场我们就直接来测一下。那两位要不要一起吃？吃力吃力当。一起吃，一直嚼杯，嚼杯口香糖，嚼，哎，好像有点怪怪的，嚼口香糖，不是口嚼。嗯，我来实测一下哦，来，谢大哥，你们两个要不要合在一起？喂，那我的来包覆你，这样刚好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先从比较软的测试。橘子。用力的弄下去。哇靠！哇，这里，哇，我真的是大开眼界。我有吓一跳。按照惯例，然后希腊给你把这个橘子吃掉吧，会。然后这个用口水，这真的是 O N G 耶。1、2、3。我靠！它真的是可以把它弄断的。哎，苹果很硬呢。对啊，这太扯了啦！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这。我也是。不然呢，我们终极挑战了，好不好？用西瓜。哎，这个有没有？那我们如果这个都刺穿，真的很扯。来，1、2、3。
哎，小心哇，全部都流到你的大腿上，哇靠，它真的是 OK， 而且你看旁边这边都一起拍了，连带效应吗？对啊，连带效应。等一下，有穿进去吗？有的，所以它才破掉啊。靠，哎，好扯哦。我今天三个实验都，我的腿也太湿。他腿太湿了，怎么办？当时火把都真的来一杯，哎，严肃。好，第一位甜心啊，甜心，甜心。赞助赞助，我们不输。要自我介绍，第一位甜心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甜心，身高158，体重42，然后三围是32 B 2432，双子座，所以有自信。我问一下，这个胸部小带给你什么样的困扰？就是拍照，老师不要那么悲情的音乐吗？不可怜，拍照。怎么哽咽啊？哇，甜心，你怎么哭了？就是拍照的时候，就是可能摄影师会特别把你的胸部修大。哦，对，他觉得哎，这样子比较有吸引力，对对对。然后下一个摄影师再找你的时候，想说你这个跟那个照片好像图片不符，很不符，就说我很照片会退货吗？吸引的那一路就不见了，对，赶紧来就找律师了，律师诈欺告他，诈欺。胸部小是不是真的没风阻？对。因为我跑步很乖，对，要有自信，对，因为我跑步的时候，以前大学都是就是跑大堆接力的，然后我都是跑最后一棒，哦，最快，对，是，对，然后跑最后一棒是因为胜负一定，也就没什么，没有，是你要冲刺啊，老师才坏，黑马，老师用一个飞机场起飞的这个配乐，老师是双重攻击，对，然后。我就会看，因为我们就会休息的时候，因为最后一棒就会看前面我的队员，我想，哎，好像就是胸部都是有就 C 一下，就是都没有超大那种，所以我觉得胸小跑起来还是它是按胸罩等级比较矜持啊，是啊，对，没有什么阻碍。我们今天做的所有的比赛都是要破除迷思，对，好，就是要把你们这些脑子重新的改变一下，对，要科学的数据在，是的，嗯。第一个谜是胸部外扩是波霸族的宿命。这个游戏叫做谁能比我胸？哎呦，哎呦，江派就是比，用比，顾名思义的用这个比呢，轻触你的胸部，然后看你胸部的回弹性，越弹就发射的越远。好，那今天我扮演比。是吗？你想要射去哪？不是啊，不能再射了。用比哦，就是端哦。对对，哎呦，那这个在于弹性，弹性，因为刚刚的数据是感觉是对大胸部是不利的，因为他们说数据是感觉胸大是比较没有，就是说今天就可以测得出来彼此的胶原蛋白值，没错，一人发射两次，我们取最远的那个最好成绩，好，来喽，预备，木兰飞弹啊，这么干 ，Go。好，我在这里远一点，近一点，110，好，第二射，加油，来了，你现在对着那个点是你的原本的最甜蜜的点，你那个他一直在找，你在找证明，不要不要对准，他在找那个最后的，对，就是最后的那一块，可以弹出去，呀，我以为你在享受，你懂我，你欣赏的那块肉，他开始一直找，你脸越来越红，怎么回事？还是晒有感觉，有感觉，哇，好来了，好，有，哇塞，150哎，很强，好，我很弹哎，他150，哎，你用点心好不好？剩下还用不了，我怕喊一下口号了。好，预备备，一二。哎，有哎，120，120，120。刚刚是多少啊？150，150。好，我一定要。你可以超越他。对对，可能要再大力一点，我觉得你可以。我要找点，找终点是不是？是那个点吗？就像你打棒球，你要打到那个棒子前甜蜜点，核心那个点是不是？好，嗯。一二，你点太高了，哦，这算120了，哇，哎呦，好像真的是真的有科学根据哦，真的有哎，来你站回来，想要混在里面，想要加入那边，队长怎么会去那队？